清静，逍遥十几天，孕妇三百字，道德五千言。Thank you.
您妙道与无形，混沌既分，散精彩与有限，得一而五行秉性，合三而万类推理，今则钟鼓既鸣，鲜花散彩，对月高升，宣行科范，自当陶祖一家相传父子相得，九天之上唯道独尊，万法之中粉香为先，劳财富裕气乃氤氲，上达三清三净，下通一时八门九地，为称为信，请圣请贤，传家心香心火心灯之臣，而归圣归神归命，或缭绕于诸天皆成云转，或芳菲于下头散作烟霞，一楼即腾万针洞间，传香又记圣号宣扬。
我运动太无缘，化身千宝君，至玉清净，清微天宫，其气是清，号元始天尊。眼动真一时二不尊经，赤混太无缘，化身灵宝君，至上清净，于于天宫，其气圆黄，号灵宝天尊。眼洞玄一时二不真经，明基玄通元，化身神宝君，至太清净，大赤天宫，其气玄白，号道德天尊。眼动神一时二不尊经，是为三元三清三宝三净三十六部尊经真文宝符，历届开化无量度人，虽丹霄之遥远，唯一尘而可隔，虽九重之迷高，但千共亦能通，自当朝奏陛下，相传父子相折，生于混沌之间，得自徘徊之后，自本自根，不染一消之尘垢，彻空彻具，是来大地一身成，一楼即成，高真洞坚，传向右记，拔号宣言。
一骑白鞍三千里，雪人也叫入声高唤，广大法门教化三乘，凡有头疼赶不上当，须留清河水共归浮雪。
说我宣兵云州，是宝殿用兵火化知心人归命里，随发是教里解主人，为皇者是帝者是王者是家名一口，里面知道地知道人知道，天生千般从前而百之冠军，桃花一周之繁起花心尽过，如桃的繁无千言如我一样，因为平庸就不足大悲大忧，
浮空，见别人间缘，须臾上九重。实乃臣与河中人等登上宝殿，拜尽庆贺书文一函，仰观之受制功曹。即捧书文上意，大师天公成进不用。书文上答，恩命下班，仰提道立，为上良音。